好，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来看 Unit 2 Part 2的第三跟第四部分。第三题的题目写在黑板上。Have you seen the manager this morning? 好，请各位同学看一下哦。这边有一个 have， 再加一个 PP。好，这一种呢叫做完成式。好，在多义里面会用到完成式的地方，或者应该讲说多义里面会用到 PP 的。有三个地方，请各位注意一下。一个叫做现在完成式，比较常用的has 加什么呢 ？VPP。第二个呢，用到动动 VPP 的呢，就是被动语态。那被动语态我们讲的是 be 动词加上 VPP， 第三个是完成被动，已经被怎样？已经被，然后它的写法就是，它的就是已经被，如果句型是已经怎么样，已经被怎么样，你的用法就 be 动变成就是说 has。加 been 再加 VPP。 好，请各位同学要看一下哦。那这边呢，它是完成式，曾经已经，你是否曾经，你是否已经看到今天早上有看到经理了吗？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有看到，已经看到经理了呢？好， manager 经理，经理啊，那我们来看答案呢，如果有就是说有或是没有 OK， 然后就是或者说你没有直接答有或没有，你也要答说让人家可以得知是有看到或没看到 的答案。 看题目的第一个啊，我们看一下选项第一个。 He saw it last night， 昨天晚上他啊，男生的他看到这个动物的他或是那个没有生命的他 it， 他昨天晚上看了他看到他，不对哦。 B 他说She is very friendly， 她非常友善，来答非所问。第三个 ，She hasn't come in yet， 她还没进来耶。我们经理也许是男的，也许是女的，然后就说这个女生还没进来。人家说，哎，早上你看到经理了吗？你说没有，她还没进来。好，女生是女，经理是女的话，那也可以啊。所以答案应该选的是 C， She hasn't come in yet。OK， 那请注意一下哦。这边的 come 的三态是 come came come， 这是不规则变化，记好。好，第四题 ，When did you get your new telephone？ 这边的 get 就是等于 find 的意思 ，b u y。OK， 你什么时候买了你的电话？电话什么时候买的呢？When did you？ 过去是，哎，这是三天前，你之前是什么时候买的的意思啊？三天前、四天前、五天前啊，都可以啊。然后他回答是说 ，It wasn't very expensive。哎，不贵啊。可是人家没有问你电话贵不贵，然后问你什么时候买，所以你要回答针对时间来看，针对时间来看。OK， 再来他说 ，Just yesterday， 我昨天买的耶，就在昨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因为有时间。回答的选项里有时间。第三个他说 It's a cordless phone， cordless 就是 cord 就是那个线，那 cordless 呢就是那个无线，没有线的，然后没有无线 cord 就是那个电线的意思， cordless 就是那种没有电线无线的，它是无线电啊，无线电，无线的OK， 所以它是一台无线电的电话机。好，所以大家应该选的是时间，大家选的是第二个 ，just yesterday。好，所以记好 ，have you 是完成式 ，when 是问时间，OK。好，看一下啦。